明朗晴今日考试全身彩色高，欢迎收睇《错错古灵精怪世界美食》，我是错王一级厨师错错人。今日我要介绍的菜式就是榴莲错王辣椒双心意粉。等我教你点整先。首先要将啲意粉炒软佢，然之后加啲辣椒同埋 wasabi 入去，再搅匀一齐。之后再将三根醋同盐摆埋入去里边，再炒。最后再加多榴莲同臭豆腐，先将榴莲脱壳，之后就切成一块块摆落去，然后再搅埋一齐炒大约15分钟就到噶啦。大哥唔好睇输个美食，呢、这个美食系攞过无数嘅冠军，亦都攞过。古灵精怪世界美食大奖，亦都攞咗最好美食排行榜第一。记住介绍俾啲亲友食啊！多谢大家。